望一望呢邊，唔該，呢度呢度。我收喺度，喺度。我收喺收喺收喺呢度，唔該呢度。你真係撞緊我隻手。望一望呢邊，唔該。係咪預計之內啊？自己絕對唔係。絕對唔係越係，如果係嘅話，我應該都想諗好會講啲咩，但係冇。我覺得我呢十強，我哋自己都傾過啊，一切都係未知數，所以大家唔好諗邊個贏邊個輸，大家都係做一個好好嘅表演俾大家睇。你有100萬喎，你諗住會請嘉賓嚟？唔係想點用先？係啦，買漢堡包啊！真係冇諗過，因為我連冇諗啊，喂咁。唔係，會大家都諗咗話，攞咗100萬第一件事做，我會知道第一件事係做咩咯，即係食啲好啲嘅嘢，好啲嘅漢堡包，食到飛得㗎，係嘛？因為以前我慳家，即係唔係話冇錢，但係我會睇到貴嘅嘢就會諗下，依家唔會諗。都貢獻下俾爸爸媽媽或者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，冇佢哋就冇今日嘅我咯，因為佢生我哋生我出嚟。除此之外，你仲有點用？一定是請曬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啊、無論幫助到他哋乜嘢都好，我覺得除了請吃飯，我呢100萬唔係就係屬於我的，所以我未知啊，但係一定不會淨係我一個人用咯，係我一定會俾大家一起。可能請翻啲工作人員一定。咁你又攞埋嗰個廣告合約？我講我真的冇諗過，嗰個係驚訝過我呢100萬。驚訝我攞冠軍添，因為打自己會都會諗下自己攞冠軍係點，但係完全我冇諗過，因為嗰個廣告係比較好突然嘅一件事，公司都係好臨時通知嘅，所以我都唔記得咗個廣告做咗啲乜嘢，所以係咯。跟住係咪入劇啦？入劇組啦？暫時未知住，但係應該之後有可能會拍劇咁樣俾大家睇咯，希望都會有多啲發展俾大家。即係都 keep 住讀書，跟住一路即係兩邊做。我同屋企人商量過一件事，因為本身之前都讀書，但係佢哋話既然你要做一件事嘅話，你不如全力去做好佢先。因為你而家無論你係咪第一名都好，你有一班支持你嘅人，所以唔好令嗰班支持嘅人失望。所以一定要全心咁樣去做一好一件事。有冇翻學咯？咁多人識。唔係，暫時放棄學業住。暫時可能。其實你而家係讀健身教練啫嘛。係啊。所以我覺得唔急嘅。既然我而家暫時揾到自己想做嘅嘢，朝住嗰個目標做住先。係。